2020年没有，2021年也没有，2022年就发现有了，多过几年，就之前是小结节，就现在2022年，这个是2020年没某年这里没有，2022年就有了，然后2023年我就做了两次检查，一个是增强。还有一次9月份做的是体检，就一般的体检。这天都是在健康上。他是准备下一辈的，我蛮大的这个份。是啊，7到8。这是2021年吗？最新的呢？最新的是2023年9月。对对对。2023年2月份我也做了一个加强。好像没啥变化，这密度很低。是吧？密度很低，所以呢，它有没有恶性的那些症状？它可能没毛刺，没啥，它就是个纯磨玻璃。但里面有血管什么，可能是增生或者原位的可能性大，所以继续观察吧。但是个头范围确实大。是哪个？我不会看。你不会看？这些。很密度非常低，所以你也不好看。就为什么2021年的时候没有，2022年就有了？2021年有啊。没有。他没给你写吧？这是2021年上面。我有3年的。左肺下叶。这个是2022年。啊，这是但是你看到吗？这是2021年的，就一样的。只是密度非常低，所以没什么危险，你就定期复查吧。不用复查了，不用。